后面辣椒秒了，然后你们给我一个双击支持一下行吗？这好多辣椒，红红的。嗯，太辣了。贼辣辣的大，贼辣辣的好吃，来一个啊！太鲜美了。可乐鸡翅，他说他想要我蛋，我一瞅这玩意没啥用，我就给他呗。那老头那个蛋啊，来一个爱心的棉花糖啊，来，吃吃，哎，小心点啊，碰乳月，这蓝色的，说不来啥味道，这是。今天来个神器，让您雪碧可乐里面的气体喝完之后再也跑不出去。首先我们打开雪碧，好喝，这个盖子就不用了，就盖上这个盖子，老死劲往里面摁扬摁扬摁扬，你下次再喝的时候再打开就可以，这个气体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味道，气就不会跑了。学会的老铁双击。小墨鱼来一只，在家也能吃到西安的劲糕了，看啊，我的手在抖，摄影师手有点抖，没关系啊，早了，双击哦，好吃，找，走。咱老铁说了啊，只要来个油泼辣子爆头，他让他全村人给我来双击，真的假的老铁啊？这个菜我是被它香味吸引过去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啥，好像跟另一个食堂那个蛋皮卷肉似的。另一款吧，还有最后一碗啊，记得给大林个双击。